两个四，有新造型吗？欢迎加好友。我听着也太过分了吧！客户聊天也比较爽。来去闪花，来去灯会，这个。哎，那个还没介绍完呢。不知道要先看一下有没有新造型。等我一下，有吗？哇操，看起来没有。多少的甜心宝贝？哎，看起来是新的，应该是新的哦。没什么印象啊。哇操。应该是的。来，貂蝉的最新造型，甜心宝贝，甜心宝贝，蛮美的。我再抽一下东西啊。哦，夏侯霸，这些比较佛心欸，真的。查修贼啊。你要做去就做比较佛心啊，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急得满等了，我就不讲了，几只满等满级了，容量又小，所以我现在在练大乔，这种大乔可能可以拿300，做去就是爽，不用嘴炮了，下一关，太爽了。前面两倍速开启，天！人鱼。这边就继续刮下去，好了 ，ending 哦。我们就再演示一场 PVP， 这样不会太虐啊？3000，还是给大家看虐一下。好玩。然后大家就是去打工。